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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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唔好咁快死啊！星姐，拜拜到啊！快到烟啊！打个针食个药就冇事啦。阿伯一直陪住你。 都系我唔好，琴日落雨唔记得提佢大姐，搞到佢淋雨淋亲。我碍事，我应该系接佢翻屋企。但系佢住早夜又迟咗。请问边位系女性正嘅家长？我系。呢句爸爸？系。医生已经同佢检查咗噶啦，我哋都同佢打咗退烧针，暂时瞓着咗，冇咩大碍。医生会同佢开啲药嘅，想问小朋友有冇药物敏感，本身有冇长期病患？冇啩。 有就有，冇就冇。你去爸爸都唔清楚嘅咩？等阵，等阵，行医咧，之前好似记低咗啲直仔嘅病历俾我，喺度啊。因为而家系流紧嘅高峰期，佢又未退烧，我哋担心会有其他嘅并发症，所以医生建议佢留院观察先。咁几时我翻屋企啊？而家唔清楚住，你迟啲问下医生啦。我哋准备送佢上病房，麻烦你去做一做入院手术先啦。多谢。唔该。 我去帮侄仔办入院手续，搞掂之后咧会跟埋上病房，唔使咁担心。走上嚟，饮啖水先啦，紧张咗成晚噶啦，咁快饮完啊？咁啊系。 你又唔dry啊？你唔系笑我嘛？你个衰仔啊！我以为你平时好 dry 添，原来你私生活咁丰富，仲生埋个仔，阿丁知唔知啊？佢未知，不过我都系最近先知咋。唔好意思啊，唔系专登隐瞒你哋。我系估唔到你有个仔啫，仲咁大个。 头先嗰个女仔系咪佢妈妈？不过睇落唔似喎。你话男唔男啊？佢个铺头同事帮手照顾静静啊。系咪真噶？佢好似好关心你咁。我发誓我冇做过对唔住阿丁嘅事。我哋循例问下啫，唔使咁紧张嘅。喂，咁静静个妈妈咧？ 过身。我哋中学嗰阵时识嘅，拍咗几年拖。佢同我讲分手嗰阵，我仲误会咗，以为佢嫌我俾唔到幸福佢，但系原来系唔想影响我工作，唔想成为我包袱。之后就生咗郑迪翠。你啊！ 你真系要感恩，你遇亲啲女仔都咁好，系我害咗佢哋一针。咁既然佢妈妈走咗，个小朋友唔应该跟翻你啊。正姐都好养父，不过最近受咗伤，我都系暂时照顾翻佢。佢唔知道你系佢亲生爸爸咩？你唔想同佢相认？ 自己知自己事，我边度俾咗幸福佢啊？徐天河，点解你要装啲咁样嘅嘢喺屋企？我查紧你爹哋。你一直都喺度利用我啊！究竟发生咩事？秒秒啊，佢两日冇翻屋企，电话又打唔通。天河出咗事，佢涉嫌谋杀，即系有人整个局佢踩啦。
我哋一定揾到证据证明你清白。